浪二追三，原来是战术啊！我天啊，叉叉 B B B， 我不敢讲，我现在手好抖、哦。最多打三场吧，没有，最多打五场，最后五场。九比三有几个弯可以弹射？忘记你不会弹，我没有不会弹射，好不好？我只是太快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没有那个。现在在打波，想说就快速的做过去这样。西湖，那看。没关系，前三就好。哎，完了，这没办法前三。你看，如果刚刚那西湖保持住的话呢，这边又是西湖，对不对？可惜了，可惜了。We are the people of Freedom Island。 我觉得那个啊，进去那里面之后要飞的那个地方，我应该要飞好一点。没差啊，反正就排位就这样啊，没打上去就当练图嘛，对不对？单挑练图了。我在干嘛？我靠！啊，完了，这个失误。你到底想不想要上分啊？这批，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不想上分啊？这批，我都觉得我不想上分了。那个前三名而已，你也不行啊，这批。哇塞，我天哪，这批，你怎么啦，这批？这不是你 man 图吗，哲平？哇靠！极端失误哎！啊，完了，太早！啊，完了，慢慢爬了。最后机会！啊，这个机会冲过去啊！看来要立刻冲前客台车。看哲平玩就开心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我也是希望你们可以有这种想法，好不好？嗯，啊，我很喜欢快乐的玩游戏，但是我还是会不断的去练一些技巧啊，因为我还是很想要跟我憧憬的 N 大。还有草爷一样的厉害，所以你们知道吗？我还是会不断的增进我自己的一些啊技术的。啊，可惜呀，可惜。龙门新春，好不好？
快乐的掉分，没有，这是波啊，不会掉分，好不好？这没差，这是波不会掉分的。龙门新春最重要的就是小草喷。各位观众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小草喷，等一下为大家演示如何做出一个优良的小草喷，好不好？大家看好啊！大家看好啊，这边就是一个被撞，然后又被撞，这边都还不是关键点啊！关键点要来了，各位，好。如何赢呢？关键在于你会不会用小草喷来，一喷、两喷、三喷、四喷、五喷、六喷、七喷、八喷、九喷。好，这是失败了一点点的小草喷，但是还可以，好不好？没问题了，好不好？这就是龙门新春的抢分地段啊！你只要能够用优秀的小草喷啊，你就可以在我们龙门新春打出自己的一片天，好不好？完完全全没问题。那个小草喷很重要的、啊，各位一定要学好啊！这边可以甩尾漂一下，这边也很重要、哦，这边可以下去一喷啊，撞到就没办法连三喷，哎，没关系，我们的优势地段又来了，各位。该如何赢呢？就是要小草喷，再来啊！一喷、两喷、三喷、四喷、五喷、六喷、七喷、八喷、九喷，完完成成完成了小草喷，所以能够在这边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啦，应该吧？边跑完再说。耶、yeah, ，是不是？完美小草喷，这就是小草喷的精髓。泽平问号，看到没？这就是小草喷的展演法，没问题，知道吗？完完整整，终于赢一场了，因为小草喷，哇！大家再见了，这一次标准是爬不上去的，各位，拜拜。再见，再见，世界，碰碰车啊 ！N 大最讨厌的碰碰车关卡，我们也准备要输了。小草喷就是氮气延续啊，氮蓄延气。好了，大家拜拜，啾啾啾啾啾。远离这个车祸现场了，但是现在又回来了。过弯，过弯，过弯，快出去了，快出去了，好，出去了，出去了。好，他们后面已经撞成一片了，没问题。这边我们也要撞成一片，但是我们稳着，我们稳着，我们稳着，我们可以，我们很好，我们很好。小草说过，我们很好。好好好，最后一个过弯，这边可以加速。我操你妈！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们还可以，我们还可以，我们很好，我们很好，我们很好。然后这边先不要弯，这边有一个 U。好好好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这边加速一下，不要撞，不要撞，不要撞就好了，不要撞就好了。好，这边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各位，我们很好。好，我们很好，我们很好。好，这边有一个，然后这边小心一点，好，撞一下没关系，开氮气。我们很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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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耶，耶！耶！我们很好，
我们很好，我们很好，我们很好，我们可以，我们很好。手真的在抖，我手真的在抖，我没骗你，我手真的在抖。哇，这个最后一场了，打到赛末点了，让二追三，原来是战术啊！我天啊，叉叉 B B B， 我不敢讲，我现在手好抖、哦，我是因为觉得太嗨了。月光之城，哎，草原的记录被干掉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平常心啊，平常心，反正代表输了重爬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又不是爬星耀，有什么好在那边抖的？爬深层的时候再抖吧。哦，草爷去小草喷那张了，厉害哦，不愧是草爷。我靠！哦，好险，拉回来了，拉回来了！好险，我还有 R1 剑啊！好好好，我们不多，我们第二就好，我们第二就好。我以为他掉下去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哦。碎啦，钻一，耶！浪二追三呐、啊，原来啊，还破纪录，谢谢大家。哇，完美，完美收台，完美收台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这个浪二追三，希望大家看得很开心啊！希望大家看得很开心啊！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! ！谢谢大家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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